最后啊，这杨澜带着好几个小女孩去跟这个戴永革啊见面。戴永革人家玩明星的，是不是想玩谁玩谁，港澳台全世界玩，是吧？人家手上的牌就是女人，跟你睡啥呀？最后有一次听说老戴喝多了啊，跟那个杨澜在夜总会里边，在洗手间跟他找了把钥匙，找完以后说，哎呀，这个女人恶心死我了，我喝多了，还到处吹牛，当着吴征，当着好多人骂吴征啊啊，把吴征给骂的，说你他妈就是一个绿帽子王，就拿着媳妇到处卖，就吴征在那儿就在那儿笑不吱声，啊，我跟你老婆他妈喝迷糊了，搞了一把，我都觉得减我三年寿，就这吴征，你这最后老戴还真是带着他认识了曾伟。